有请张艺兴队长。有请队长王一博。好帅呀、啊！王一博的脸比电视里面还要小一圈，我觉得。有请队长王嘉尔。大家好。有请队长钟汉良。哇哦哇哦哇哦！我给我一喊开始，对不对？啊，开始没关系。坐在这里。对，就在这里，他们在你面前表演。哎，我看那个节目不是那样的。我感觉那个地方应该更大才对。说几句吧，我很喜欢街舞的，我就是之前每一季我都有看，所以我很比较了解大家。我在来之前我都在看各个选手的之前比赛的视频，综合我以前的印象，然后再到现场来考核，我也特别有信心。哎嗨，太帅了。你们也帅，你们也美。爱了爱了啊，我也是。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评判标准，一共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我经常说的 balance， 第二个是听音乐对音乐的理解踩点，第三个 technique。 然后我也希望有很多 freestyle 的强者可以过来帮帮我。我可以直接一点说，我觉得这不是任何人的问题，这只是这里展示的作品是不是我的菜，是我的菜我就给，这跟你们没关系啊，这是个人的 ，OK， yeah。下午好，下午好。要不要大家一起热个身，放点音乐嗨一下？有点意思啊，有点东西。你跳舞之前肯定都是需要热身的吧，你身体不热的话，你去硬去做的话，可能力量啊幅度啊都不会达到最好。哎，太不热了，选手直接上去跳了，就希望大家热个身，然后放松一下，轻松地表现自己的作品。他真的是懂得这个文化的人，所以我们太开心了。怎么样，可以开始了吗？来来来，会玩会玩。一博这么一搞，我们今天得多嗨。来，那么接下来呢，我有请第一位 Lucker。一博老师好，我是李元林，来自上海 Custom。 然后音乐，一模一样，好吧，他用了 HB 那首歌。我们先暂停一下，先暂停一下。OK， 发生了一个问题，我看见后面的选手做出了一个这么的手势。以前跳舞的时候都知道，拍地板这个 copy 基本上都是大家常用的。他借鉴的是日本一个组合叫做 QT and Bush 他们的一场演出里面的一段 routine。所以说，我喜欢原创，你如果扒别人的东西来跳的话呢，就很不 respect。我觉得你来参赛，你不是来拍视频，你也不是来作秀，你是要表现自己的实力，你要表现自己的编舞。你如果拿别人的作品来展现自己的实力，这是我觉得是不 OK 的。好，谢谢。
哎呦，他看得好懂哦。王一博队长，他跟我们心态一样，就是对抄袭这件事情的态度都是坚决抵制，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对他的好感上升的特别多。来，那么接下来呢，我有请 Popper。Colin，Colin，Colin， 他蛮厉害的 ，Colin 哥。大家好，我叫 Colin。我觉得 Colin 很棒，我非常喜欢他的风格 ，Bro。Colin， 他就是全能舞者 ，Freestyle 很强。我叫 Colin， 我擅长的舞种是 Popping， 同时也喜欢 Freestyle。Cool。你说你擅长 Freestyle， 有人想 battle 吗？太会玩了！有人想要 battle 吗？我电门去了，兄弟。电门为什么上去啊？他们不是关系很好吗？这什么情况？电门。哦。Hello， 大家好，我是电门。我们的队长哥队来了，我没想到。电门他的实力非常强劲，站在我们 popping 圈里面都已经是进过到第一季的二十强，到最后面了。我不想call一个水平比较低的，那我一听要 battle， 那我肯定就起来了嘛。我没想到电门他出来了，为什么是你啊？你没有处吗？没有，就我当时跟电门 battle 的时候就没有觉得有什么惧怕呀，或者是说有畏缩，因为我觉得就是在 battle 场上不管对手是谁，跳到最好就是对你最大的尊重。进来首先看起来就会很稳，更专业的东西再去卡音效的话就会很炸。酷，非常很专业啊！谢谢。一会儿帮你抢毛巾。真的？嗯。OK。他真的好会玩啊！我觉得他看得懂舞蹈，我们跳舞的过程中有一些什么瑕疵，我觉得他其实都看得到的。王一博是会听音乐的，可能一般人他感受不到怎么处理的这个高端就层次，但王一博能感受出来。因为我开始丢了三条毛巾吧，有点纳闷，我不知道该表现什么样的东西他们会喜欢。后来我感觉好像大家对我的评价还不错，
同时自己找到了那种之前跳舞的感觉，又很放松，真的进入状态了。